哇，宋天，你画的真好啊！我终于回来了，一场非常糟糕的暴风雨即将来临。什么暴风雨？来和我们一起做吧，唐莹，海报快准备好了。你快看，马上第十二届音乐节就画好了。宋天，你怎么了？宋天，是什么东西让你这么害怕？是暴风雨带来的雷声和闪电，我小的时候就很害怕它们。不要担心，宋天，今天的天气可是非常好啊。你说的没错，天气很好。那是什么？匆匆关上大门。宋天，快点拿着英雄之剑。快点，我们躲到广场上的房子里去。他不会跟我们到这里的。你确定吗？当然。他进来了，他好像无处不在的样子。静静是对的，躲避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那我们就出去，去和他当面较量较量吧。这是一套演奏设备，希望它可以帮你打败雷怪。这是你的避雷保护装备，戴上，让我们试试。哎，宋天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够了，笑笑，我现在什么也听不到，非常的安静。很好，宋天，你可以一直戴着这副耳机，但是当雷怪再次打雷的时候，你要试着假装害怕。我怎么知道他在打雷呢？我都听不到。别担心，宋天，我会给你一个手势。大家准备好，宋天，快戴上耳机。笑笑，你差点踩坏我的脚。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他相信。匆匆，你是怎么知道雷怪要出现的呢？不是我，是长鼻象。是长鼻象觉察到了雷怪的出现。好了，我们也是时候该认真对付雷怪了。我们要怎么做？这已经很清楚了，雷怪他会吓唬你，你也可以去吓唬他。快把音量调小吧，宋天，千万不要提前透露我们的计划了。我准备好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等他再次出现吧。没错，但不是在这里。这里随时可能发生意外，但我们只有一次机会，我们要保证计划一定要在可行的地方进行。大家看，雷怪！结束了，精灵们，让真正的战斗开始吧。宋天，这里，这儿的环境配上这样的音响效果，它会发出非常强烈的声音。
没必要，笑笑。祝你好运，宋天。怎么了，宋天？什么？宋天变得大胆了，不害怕雷声了吗？在精灵岛屿有很多奇遇，大白的缺点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。在精灵岛屿快乐再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坚定自己。我喜欢风暴，尤其是雷声，棒棒，蹦蹦。也许我现在也喜欢它了。聪聪，我们自己也做一个架子鼓吧。我会这样玩，咚咚哒，咚咚咚。不对，棒棒棒棒棒棒，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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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想要吓唬暴风雨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想要加入一个音乐俱乐部，去学习如何演奏架子鼓。这个主意不错，我喜欢，不如我们一起去吧。还有我呢。另一个世界梦幻。